烟火有够水，有诶都敢那咧开花，有诶敢那天顶诶星，照伫咧和平上，每一个拢真有魅力，好肯定位观众拢看甲真欢喜。蛮震撼的吧，因为很少看到这么大的烟，今年特别漂亮，比较长一些。除了有高空烟火，今年既然以基光荷花为主题，东山古河港灯节，会当在美丽的顶海当中散步，真梦幻。嘛，吸引过万位游客来吃。今天的人潮天气相当好，人潮非常的热络哈，有可能会来突破5万的一个人潮。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活动的登记都跟咱两讲，大家都爱把握机会。除了东山乡的元宵灯会，新竹北部的传统活动嘛真特别。许愿呢，好运连连。有广阔的活动，吸引4000多人报名参加。大家仰花背，就位天顶，高空一看，都跟那长长的花梁同款。民众拢照顺序行去秀峦山，参加的人拢跟那真幸福，过得情。和今年的元宵特别美好。因为今天是元宵节，觉得这个活动很特别，所以特地来北埔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因为跟一般的元宵节不一样，往年都是看花灯，然后今年是拿这个火把，很特别。今年的活动一开放报名就是万，现场除了有客家幼童卖之外，搁办摄影比赛，和参加游客会当把上水画面翕落来。第二天搁办美食市集、甲音乐会等等，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北埔佚佗。相传那是当时的日本政府，那在我们的指定宫后面跟秀兰山中间就开了一条道路，等于斩断我们地方的一个龙脉。在光复之后在地理师的建议下，那利用这个正月十五，大家拿油光火的方式，用火龙的概念把这样的龙脉接回去。火龙甲北埔小镇照甲光，也甲每一个人新年的新希望照光。美捷新闻新竹报道。